你说你公道，我说我公道，公道不公道，自有天知道。今有案院大人在洪洞下马，要提调苏三谋害亲夫一案去省城复审。这个长介是我崇公道的。哎呦，天气不早了，在我监中走走。哟呵，到了，开监呐！来了来了，干什么的？提监的。做监的没地方了。哎呦，别开玩笑嘞！你开门看看我是谁呀？嗨，是你呀！快点，快点！开门啊！来，进来吧。有事吗？有事啊，问问你，你这有个贩夫苏三呢？有啊。把他还至前监，有话问他啊。好，等一等啊，苏三呐，到前监来。罢了罢了，你就是贩夫苏三呐、啊。是。接喜，你喜到了。想我苏三，到此不报之冤，我会有什么喜？你哪知道啊，今有案院大人在洪洞下马，要提调苏三你去省城复审，你就要起戒了，你有了出头之日，这还不是一喜吗？不知起戒在哪里？山西太原省。何人的长戒？老汉我的长戒呀。几时登城？木下登城，咱们这就得走啊。是。既然老伯打定心囊，待我辞别余生也好赶路。那么你可要快点，开监开监呐、啊！哎，是了是了。中住了一载，也未得甚冤。今日我苏三又要起戒了。
是救庙宇。开间呐！哎，是了是了，快快进来吧。苏三，你辞别完毕了吗？辞别完了。哦，来来来，把行家带上点儿吧。师母，还要带上行家吗？哎，这是朝廷的王法，焉有不带之理呀？苏三，啊，好迷糊。委屈点了啊！来来，帮个忙，来帮个忙啊！带上吧。来来来，开间呐！哎，开了。苏三呐、啊，你在这儿等一会儿我，我去投文，随后就到。哎，你可不要满处走啊！等着我，等着我。那么你跪在这儿为什么呢？望老伯问一问，各殿之中可有往南京去的人儿无有啊？上南京去的便怎么样啊？这啊，好与我那三郎嗯带个信儿啊。哎，他到了什么时候了还惦着他那位三郎呢？真是个多情的。好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问一问去啊。列位请了，请了。有往南京去的没有啊？上南京去的倒有，前三天都走了。如今呢，竟剩了上口外拉骆驼的了。有，有劳了，有劳了。苏三呐、啊，我们来的不遇时了。三郎，上南京去的前三天就都走了。如今呢，竟剩人上口外拉骆驼的了。起来起来，咱们走吧。就住在
片儿啊。哎呦，苏三内，你看看天气这么炎热，我空行一个人走道还这么四脖子汗流的呢，何况你是个女流之辈，哎，又带着这么重的行枷，来来来，把行枷给你去掉了吧。哎呀，奶奶，此乃朝廷王法，焉能去得的？有的，在这儿等着我呢。我告诉你，在城里头啊，他是朝廷的王法，只要一出城他就归我管了，我说去的就去的。多谢老婆。摘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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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看来老伯你倒是一个大大的好人呐。哟，你才知道我是好人呐，在洪洞县里头你也没打听打听，老的老小的小，没有不知道我崇公道是个好人呐。哎，好人可是好人呐，就是连个儿子都没有啊。真的，这样的好人连个儿子都有吗？啊，不但没儿子，连孙子也耽误了。老伯如若不嫌，情愿在你身旁作为命令一女，老伯心意如何？哎呦，这我可担不起呀、啊！此地的情长受女儿。哎呦呦，我可担不起！别磕头，别磕头啊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点起来！哟哟哟！哎呀，想不到我崇公道老了老的又走这么一步子女运，又半路收了个干闺女，爷俩见面是个大喜的日子，应当有点见面礼儿啊。哎呦，哎，还是个穷干爹。有嘞，苏三呐，爷俩见面了应当有点见面礼儿，可是我是个穷干爹。得嘞，我这有拐杖一根，你拿着它走，这个三条腿儿总比两条腿儿轻上的多呢。多谢弟弟。Thank you.
怎么着？洪洞县里没好人。得，没好人就打没好人地方来。来来来，把行家给我带上点儿吧。那你可是真会说话呀，刚才一句话气得我都要放炮了，这么一乐我就又还了阳了。哎，我说苏三呢，你看看离这省城可不远了，来来来，带上秦家咱们爷俩好进城啊。爹爹慢来，女儿有一事要与弟弟商议。哎呦，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弟弟，女儿在监中之时有人不服，把女儿写下一纸申冤大状，恐被旁人搜去，藏在这铁肉身边，望求弟弟先个把儿带进城去放好啊。等我想一想啊，我好好的想一想。哎，有了，不免讲你的成状，藏在邢家之内，见了都田大人说明此事，当堂劈肘开价，可以现在大堂之上啊。计甚好，多谢弟弟。来来来，带上点，带上点啊。起来起来起来，走吧。
皇亲国戚，哪管侯伯公卿，王子犯法庶民徒，需要按律师行。自与苏三分手之后，发愤读书，学习德中皇榜，深受山西八府巡按，前日在洪洞下马，查得旧案之中有谋私亲夫一案，不知苏三因何牵连在内，为此将人犯提至太医院复审，稍事不按二司前来一同审问正事，一照身荣耀，难忘旧恩情。大人到，二位大人到，有请，有请。大人抽筋以来，独受风霜之苦，此乃为国尽忠和因风霜的日子。大人出京路过几省？路过三省。哪里下马？洪洞县下马。可有什么蹊跷案卷？无有。倒有些蹊跷案卷，若有谋私亲夫一案，不知连累多少好人在内。此番升堂，大人先审哪一案？就审洪洞谋私亲夫一案。大人升堂，我的良将伺候，请展示品，稍可否？来，有传禀开门，开门。请来审问，还是刘大人审问，如此不公了，公该来有该长记，长记上堂。是长记告无忌。告三位大人叩头，公文呈上。禀连是长记一命充公道，有武记一命充公道，有长记是你，武记又是你，一人担当而已，分明是一刁棍。刘大人动心，来吃下去吧。
大人九把虎狼之位，小人有下情回禀，有话朝上回。是，启禀都天大人，公文之上有小人的名字，小人才敢前来，无有小人的名字，小人斗胆也不敢前来呀。低头。是啊，大人，长街烟名，此姓何名？您待范夫。是，范夫走动啊。我给你报门，报苏三高殿。高殿，苏三带到。范夫，你可有诉状？有。呈上来。这屋本院问你可有诉状？言道有，要你呈有说无，是何缘故啊？刘大人动心，来且下去道。朝上回。是，启禀都天大人与二位大人，反复之罪并非反复所为，此乃是屁事大娘
华阴卿将我卖成一行死罪，使我临行七节之时，见中有人不服，拜反复写下一纸深冤大状，恐被旁人搜去，因此藏在这驾照之内，望求都天大人与二位大人当堂批所开价，反复纵死九泉也是甘心。低头啊，大人，大人，哎，大人，啊，大人，哎，大人在这里，哦，大人，反复言明，此行可免呐，免。一正拜驾。三日后再领回文。是。范府，你将犯罪亲友一一速来，本院开脱于你。大人。上面写的苏三，你为何口称玉堂春呐？刘大人动心，来撤下去呀。今的昌门院呐，大人讲，七岁时买我八元金，在院中住了几载。我来问你，首次与你交好的是哪一个呀？啊，讲。
王。啊，王什么？王啊。出山王什么？王啊。是神灯洋人，敢在安源台前称道他一声公子啊！他本是吏部堂上三舍人。低头，啊，大人，啊，大人，吏部堂上有几位琳琅公子啊？有三位公子，在大的，大学生；在二的，二书生。在山里就是那三公子啊。哦，就是那位三公子啊。是啊，好公子，好相公，怎么他也游起行院来了啊？是啊，他怎么也游起行院来了？苏三，我来问你，公子首次进院花银多少啊？大人讲被香茶上文银三百两，我称其慷慨。嗯，倒也大方。慷慨。大方啊。哎，二位大人。大人。也算不得慷慨，也算不得大方啊。分明是王室门中又出了这么一个败家之子啊。哎，算得起慷慨。大方，算不得，算得的，算不得。大人，王大人说算得的就算得的。哦，王大人说算的就算的，算的。好，慷慨大方，慷慨大方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讲，二十金元大银多少？千两银子，难道一说你们吃银子、喝银子、泼银子、盖银子不成吗？啊、大人，院中有知晓啊。是啊，他有知晓啊。啊，他有知晓，大人你怎么晓得？啊，哦，他公招的有知晓啊。哦，他公招的有知晓，不是大人你晓得他有知晓啊？啊，好。那我们就审他这个知晓吧。审他的知晓。我们就问他这知晓。问他的知晓。是审哪？审哪？问哪？问哪？啊啊啊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讲明天来红舞。南本二郎。
来问你，你二人倒在白天作何消遣呢？大人，二人倒在白天南楼去玩耍去了啊。哦，啊，刘大人，哎，大人，你再问问苏三，倒在一晚呢。哎，对呀，苏三，我来问你，你们倒在一晚呢？这倒一晚呢？啊，倒在一晚呢？不晓得。哎，苏三，我来问你，你二人谈心的时候都说些什么呀？大人讲啊，大人，生错了啊，真见的，我们问的是人命一案，怎么生起他那冤种苟且之事来了啊？人命之事也要审呐，苟且之事也要问呐。有道是树大跟头起，水从远处流，问案要受根呐。好一个问案要受根，你就审，我就审，你就问，哎，问，审哪？啊，审哪？啊，问哪？问哪？啊啊啊！讲。了许多银两，因何数九寒天将他赶出院去？并非凡夫所为，此乃是宝儿之过。哼，好过可恶的宝儿，铁心的王八。嘿嘿，遇见这个倒运的公子啊！讲。公子出门拿下去了，公子一怒出了院，关王庙内去存身。你怎么晓得？南京才就乐风破前由于责任打枪，看起来公子真正的命苦。算得是命薄，命苦啊，二位大人。大人说不得什么命苦命薄，这就是他的下场头啊。
讲。公子他失落的长街讨饭，听二位大人。大人，苏三说到此处，我倒想起一位故人来了。哪位故人呢？昔日正旦之子，名唤郑元和，曾不得第十职，在大街讨饭，后来得中头名状元，此公子可以逼得的。不错，逼得的，逼得的，逼得的。二位大人，大人，像那郑元和乃是前辈的老先生啊，那王公子也能逼得上啊？逼不得。将军比故可以比得呀、比不得呀，比得的，比不得、比得的。刘大人，大人，王大人说比得的就比得的呀。哦，王大人说比得就比得，比得的。哦，好好，比得，比得，比得，讲。三舍人只乐地在礼部堂前受更巡夜，看起来公子真正的可怜呐、可惨得很呐、分明是与他王室门中打嘴现世啊。讲有天平灯秤，我用手一月、不过三八月了。哎呀，行行，那日夜宿旅店，用天平一称，果然三八月了。哎呀，我打气啊！大人，他是凡夫，不是你的宝眷呐。哎呀，二位大人。本院的旧病复发了啊！是难免，有劳二位大人带身了吧？哦，如此不恭了。打坐来，打坐来。啊，苏三大人，本院大人未定此案，旧病复发，叫我二人带身，你要照着陈状一一诉来。大人，公子答应把金经抹在院中装。家那神隐呢？那一日在楼上，书法来找亲，楼下来了沈雁翎，他夸好夫。见我脑袋心，我
定下，老农是金一封家信，我认为真。他说公子深得住黄榜一上，叫龙门只说借我把金进，谁知埋于了神眼里，神家住了几载，在神家住了其实大娘期待心，一碗素面赴我的手，我回身交与了沈燕林，燕林不信，其中意他吃了一口，哼一声，昏昏沉沉躺在地，心就流血，他命归就罢了不成，于是一见变了脸，他说反复害官人，喊了相约我的榜，他将我上榜送衙门，投堂官司官的好，二一堂变了心，怎样的变心啊？王志先受贿一千两，押一分三八百银，上堂打我四十板，那皮鞭打断了数十根，严明关天打死也不该招人呐、啊！本当半夫不招人，无情的斩死我当脸皮，监中住了几载，在监中住了一年整，可有知心的人们盼望于你呀、啊？范夫我哪有知心的人？哎，你哪位王公子呢？哎呀，大人。哦。是来了，你可曾认识他吗？敢说不认识王三公子，他轻纱照面我也认得真。不但来了，他头戴乌纱，身穿蟒袍，你认他，只怕他不认你了啊。眼前案我们不能审了啊，审点的审来审去，原来是那袁大人的保全到了啊。依、哦、大人之见呢，你我暂且垂下，看看大人是怎样开脱于他。好好，请问大人。啊，大人，我得告退。请便，请呐、啊，请呐、啊。啊啊啊！
帖，请刘大人过衙依序。遵命。苏三，大人，你暂且出院，本院开脱于你也就是了。谢大人。是是是，司礼的暗功而断就是，全凭大人告退。请便。哈哈哈！天门，天门。身份疏散，甚是伤肝。
此乃公堂之上，不好与他相认，且待今晚改换衣襟，去至监中与他相会便了。来，有官堂。是。